发行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能叫做专业葡萄酒作家，因为有一种东西叫记者团啊。那记者团的话，就是一次去可能有七八个人，然后一小团，可是每天其实会看很多酒庄，可能一天就有四五个，然后这样中餐晚餐都会一直喝一直聊天，其实都是走马看花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就是那样的记者团，基本上它只是一个踩点，它写不出来太多深入的东西。那尤其是记者，如果你有那个敏锐度，其实大家都想写独家。当这么多记者在那边，大家拍的东西都一样，问的问题都一样，你就写不出来独家。没有自己花钱去花钱，然后选择你要的主题去写，基本上记者团那种东西就是看看就好。我觉得那个不成为你是一个葡萄酒专业作家的要件。第一个是没有自己开车，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可是其实它还蛮重要，就是说有些东西，如果你现在在读Burgundy葡萄酒好 ，Burgundy 就是从迪中开始到下面的 Bone 是终点，然后再往下面。可是其实背跟你没有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，就是很难背的。那可是你只要开车过去一次，你就会知道哦，重要酒分有从北到南有，就是会受不了胖有，红黑三等你有双峰迪士尼、乌肉、黑山肉跟。下面蹦下面还有个瘦，就是用白酒的。其实你只要开一两次就知道了。那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，尤其是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Oakport， 就是山丘上面，它的风景跟下面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你开着往上面到 Oakport， 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主意啊。到那些像一些比较简单的葡萄酒，其实你开车到那边在那山丘，你就会知道哦，这边风比较大，所以然后，因为它是有点像 plateau 像平原一样，所以阳光下去的时候，晚上阳光下去的时候就比较没被照到，然后又比较凉爽，又比较冷，所以葡萄没那么熟。大部分的情况下，除非很热的年份，它可能是有一个 advantage 的年份，不然大部分它就不是。你只要走过一次，你就会知道。所以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至少葡萄酒这个专业是这样，因为你不是在写哲学文化专论的。